是这个。他总共用四个词来形容他自己的颜值。就是形容自己的颜值，对，四个字，嗯，或者四个词也行。奇怪，嗯，像文物，嗯，五官很大，脸很长。那可以再用四个词来形容一下安云达老师的颜值吗？前老开他玩笑了，老受救了，然后这次跟他回内蒙以后再也不愿意这么说的，因为内蒙封杀制了，现在就是心平小，老受救反义词了，对吧？再加一个，再加一个英俊，很英俊。那如果就是迎面走过来一个人，你会先观察他的哪个部位？男的女的？如果是男的呢？观是观察哪个部位？看他哪？我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头。女的头顶。好，嗯，有杆可以接着。